解放领地们，看没看见有人贴这个小广告？你说这贴小广告的人太气人了，只要有个墙，他就给贴上。我今天洗了个衣服，我把它晒到物业门口了，晒了三个小时，他就给我贴个广告。三号楼王大爷都为这事投诉了，这广告贴的把他们家那门那门眼儿都给堵住了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过去我们小区呀、确实有人贴这个小广告，但是只要一贴我就能分析出是谁贴的。为啥呢？因为我们小区呀、有一个卖墓地的，他叫万美林，他这个广告词也比较独特。你想在阴间过得舒服吗？青山绿水是你长久的地方。但是这次这广告就不同了，你看，洒向人间都是爱，照耀大地都是光。这就不像是万美林干的，因为他那个东西见不了光。会谁呢？你说这个。哎，那谁，你别走，你干啥呢？你是赵刚子走了吧？哎呀，朋友们呐，我就是那个贴小广告的万美林。过去呀、我是卖墓地的，我贴的都是卖墓地的小广告，那都是地下的活儿。现在呢，我也往地上改改，我卖花洒了，我贴卖花洒的小广告，我看他还能猜出来是谁吗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地上地下通吃的女人，贴起来。万美林，哎，小万呢？哎，小万，哎，你干啥呢？我给你擦擦照片。坐下，你给我手拿开。你没事擦我的照片干啥呀？这家伙你擦的我心惊肉跳的。你张子哥，找找我有啥事啊？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就这两天老有人贴那广告，小广告什么的，是不是你贴的呀？刚子哥啊，怎么一有人贴小广告你就能想到我呢？难道我万美林在你心目当中就是那么一个不堪的形象吗？别哭小子，别哭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吧，你别哭别哭啊。我一个26岁的小女孩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你怎么26岁呀？你不是34吗？那就不行，我虚一点了。你这虚的也太大了。行，我一个34岁，温文尔雅。拉倒吧，你还温文尔雅？你一天到晚破马张飞的，你雄鹰展翅的你。也行，我一个34岁，雄鹰展翅、破马张飞的单身女人。等会儿，你怎么成单身女人了？你不有老公吗？妈呀，哥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我还没结婚，你这么说我怎么找对象啊？不对呀、上回有个小伙子，你一口一声的老公叫着。哪一个呀？就那个个挺高的，那姓王，捡钱包那小伙子，你不是老公老公的，不是你叫的吗？啊，说他呀，你不提我都给这人忘了都。没登记，咱俩也没结婚，我叫她老公那就是跟她客气客气。你这也太客气了吧，你俩没登记呀？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啊，你说我处了这么多男朋友，咋就没有一个能跟我登记的呢？我什么时候能处一个跟我登记的男朋友啊？小万呐，我登记了，我真登记了。遗憾。小万，你坐吧，你坐吧。那个，我记得当时你俩挺好的呀，怎么就分手了呢？别提了，哥啊，他之前不了解我的工作情况，哦，后来他深入了解我之后，
胆儿太小了，哥。啊？你胆儿大不？我胆儿大倒是大，但是我登了，我已经登记了。悲伤。那个小万呐，我就问你一句话啊，就这小广告到底是不是你贴的呀？刚子哥，我都跟你说860遍了，你咋就是不相信我呢？这么的，我跟你发誓，这小广告要是我贴的，免费送你一块墓地。哎呦，我要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你早晚能用得上啊，等你有那天你就用呗。什么叫我早晚的？我且用不上那玩意儿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样，我相信你了，行不行？我相信你了，好吧？行，我走了，我去那边看看去。小样的还想套我话，没有事儿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斗智斗勇嘛，继续贴。啊！在干嘛呢？小宝，小宝，白过帮儿子了，白过爹也没事。是大哥，大哥好。你谁叫大哥呢？管你叫大哥呀？我。我是赵刚子他爸。说赵刚子长得年轻，今天看了您之后，我才知道这是随根儿了呀！哎呀，真会说话、哎，我那么年轻吗？那可不是，你年轻死了啊、大哥不是，大叔不是，叔伯大哥。哎呦，你今年有35吗？35，我儿子都快40了。是他生的我还是我生的他呀？60出头了。哎呦喂呀，都说赵刚子是冻龄男神，我看你冻得比他狠呐。哎呀，你都冻住了。哎呀，来块墓地不？什么？我的目的是听说赵刚子的父亲来了，我就想看看您的本人、我好好瞻仰瞻仰您。什么词儿？这不对啊，敬仰敬仰敬仰。这姑娘精神有点毛病啊。我问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我在这是搞点宣发啊，做点宣发。谢谢爱心啊，谢爱心呢。我没戴眼镜，你给我念念啊。洒向人间都是爱，照耀大地全是光。哎，爱心。吃挺好啊！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坐这儿来。是这样的啊，我呢就是想感谢一下我们物业，感谢他对我们小区的这些居民做出的这些贡献。物业小区不错，是不是？但是吧，有些人他不让我贴呀。谁呀？你儿子，赵刚子。我们家刚子不让你贴？是啊，这么回事儿。之前呢，咱俩有点小矛盾，完了我就说我想献点爱心，他就不让我献。我说我想搞点宣发，他就不让我发，老是打压我呀他。幸亏我来了，没事。他要是再打压你，我打他。大义灭亲啊！哎呀，幸亏是您来了，之前我们小区的人都奔走相告啊，就说赵刚子的父亲来了之后，我们的小区天都亮了。哎呀，这我才敢重返人间呢。大哥你不知道啊，咱小区的人还给你编了一首歌呢。还有这事儿？唱两句给你听听。赵刚子他爸本事特别大，监督干得好，小区人人夸。老头30多，身板还挺硬。我们小区今天有天都全亮了，炸！这调我听着挺熟啊，我手里这副牌不错呀。哎呀，腿好了。歌写的不错，词儿不太准确，年龄不对啊，其他的还都说得对。不过那不赖我呀，我就这么年轻啊，我就这么帅呀。大哥，那我就继续了呗。贴。好嘞。白美林，
糕，他来了，大哥怎么整啊？没事，接着贴，有我呢。好嘞。麦美林，抓你个现行吧！啊，是你贴的吗？不是我想贴的，有人让我贴的。谁让你贴呀？我叔伯大哥。还蹦出个叔伯大哥来，你叔伯大哥谁呀？你叔伯大哥算老几呀？你算老几？你算老大。哼。大哥。哎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叫我爸啥呢？大哥呀。你把手给我撒开。大哥，大哥是你叫的吗？我刚认一妹子，我是他大哥，叫姑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爸，什么呀？你就认个妹子呀？你知道他干啥的吗？人家要搞点宣发，做点宣传，你凭什么不让你贴呀？爸，你被他蒙了，他搞什么宣发呀？他是贴小广告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贴小广告？我刚才回物业去调那个监控去了，就是他。你看爸，我这衣服他给贴的，都是他贴的。闺女。你是贴小广告的呀？没说不是啊，不跟你说了吗？搞宣发。爸，这还是你妹子吗？我不认识她。看见没？我爸已经从妹子到不认识你了，说明我爸开始大义灭亲了。怎么办吧这事儿？刚子哥，我错了，那我以后不贴了还不行吗？不行不行、啊，不光是以后不能贴了，你现在马上把你贴的这些东西全给撕下来。对，撕了。一张都不能剩。行，先把这撕了。那好好好，这么的，哥，我怎么撕贴上去的，我就怎么给它撕下来。对。啊、你看你怎么？刚子哥。啊。来。干啥呀？对。你他过去卖墓地的，这玩意儿叫人吓人，你知道吗？干啥呀？这不还有一个呢吗？哦，撕了它。好嘞。行了，快去吧，啊。走不了啊！怎么的？还有一个谁呀、啊？大哥。啊？怎么的了？我能有啊？这还一个。嘿，他走得那么快，什么时候给我贴上的？就在您重返35岁的时候。爸，你重返35了？你拉倒！你别轻易重返35，你35，我不就没了吗？万美玲啊，来来来，你过来。我正好借这事儿，我得说说你。对，好好给他上课。我跟你讲啊，小万呐、啊，你这样下去真不行。你这个宣发手段多落后啊，对吧？他也不文明，也不卫生啊。以后不能再干这事儿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搞搞宣发，对不对？你宣发的时候，你得跟人家学一学，学点现代的，跟人家大集团学，跟人家富红学。你看对，你怎么搞的？喝水，我只喝富红矿泉水。你看看，你搞个行干啥？对吧，完了跟你那产品挂钩，啪啪啪拍两张照片往网上一发，不比你们弄这个小广告强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刚子哥啊，我找一个形象代言人，让他拿着我的产品拍好照片、啪往网上一发。对，但是我缺个形象代言人呢，找谁呢？你等会儿我问一下，你让我代言那是地下还是地上的活？你这么阳光帅气，肯定是地上的活呀、啊！行了，地上活我没问题，我来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还缺一个地下。没看我，我不合适，我才35。叔伯大哥，你别跑啊！我免费送你个墓地还不行吗？哎呀！